5月2日，奥维耶多之墓，西班牙，玛利亚接受和分享天主的恩宠。多个世纪以来，基督徒致力寻找去爱和侍奉天主圣三，将自己的生命透过荣福同正玛利亚奉献给耶稣。这个奉献由爱和虔诚组成，在神学的真理上稳固地坚持着。天主创造了世界，展示和分享祂的爱、善意，并与人类合作。荣福无玷童贞玛利亚透过完美无瑕的纯洁和回应天主的旨意，接受和分享天主的恩宠、光明、智慧和权力。天主满全了创造人类的目的，在世上屈尊地给予玛利亚恩宠，得到祂的同意，救赎堕落的世界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